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癮中年，我是燕伟。杂源，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全新的，对，一个新的企划，难得出外景哎。日本最强是品牌 Goros。Goros， 那 Goros 跟我有什么渊源吗？那你说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渊源。有啊，你喜欢木村拓哉？对，木村拓哉最喜欢这个了。没错，我心目中永远的亚洲大神。对，没错，木村拓哉。今天预算多少？今天预算。先看一下荷包。没有上线。对，到底是谁找我来拍这个节目？哎，在我进去看了，心灰痒痒的呢。想要看你买到、哦。对对，所以我基本上我今天也是带着一点朝圣的心情哦，来帮大家介绍一下。今天就当一个初心者，然后可能跟观众稍微聊一下，然后请我们的好友店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品牌，还有这个文化之类的。是的，带大家认识一下 Goro 这个品牌。两位盘子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我去理一下钱。OK， 那我们好，准备吧。OK。哎，仔哥，那你们的店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大概营业多久的时间了、啊？差不多30年。30年。主要早期是做网络了，所以在这之前其实是已经网络上已经耕耘了一段时间，默默的做了，让大家知道这样子。如果以 Goro 来讲的话，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的印象就是他很贵。我现在还觉得他很贵。想问一下仔哥跟小五当初是怎么接触这个文化所吸引，或者是当初怎么接触到这个的？早期算是也是都通过朋友介绍。我觉得哎，你这个老公真的很帅，在哪里买的、啊？类似像这样的概念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我个朋友也是跟你一样，也是跟我村民这样。那如果问价钱之后，那时候有吓到？当时很 shock 啊，就觉得这东西怎么贵？没有，我们到现在听了，你现在跟我说多少钱，我还是会想到、啊、什么这样子几万？没有，你要想现在跟以前差很多哎、欸，都是基本上从我玩到现在，好像每年都是这样一直就。就是它还在慢慢的往上涨，就对了。这波疫情更影响了，哦，更影响，就跟我们买房子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以前小时候看200万买不起嘛，对，现在变800万，还是更买不起。结果一不小心就入了一个大坑，入到现在，对，入到现在就有点走不出来。因为毕竟像 Goro 这种东西，说穿它可能就是以一个稀有度界定它的，对对，就像你们球鞋一样，有实力的人就会去选择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，当然，当然，口袋够深的。好，所以仔哥，像你现在拿出来这样子一大串羽毛啊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是一个去凑来的，可能买回来之后，这是你自己好不容易凑了，花了很多人时间，然后凑齐自己把它串成这一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原来 Goro 模式是这样子的，哇，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对对 对， 对，这一个羽毛就要好几年时间，那像这样一大只老鹰不就要更久？照前辈来讲，像我身上这个小的，最快我听过最快的大概也要个7-8年的时间。七八年的时间，拥有一次这个东西，哇！像我们可能以前是在排队，最基本的是每个月一定飞一趟，这样子的方式大概这个循序个7-8年吧。所以这个有等于是一个店家的认证的感觉，差不多。他不会随便卖，他不会随便卖，所以这些东西你可能在店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。对 ，Goro 他们店家本身自己会过滤客人的意思，非常非常过滤客人。他一旦发现可能你是买手，他可能就把你踢出来。你可能终身再也上不去，很严格的一个店家，我可以这么说。这样听起来入手难度感觉是真的是非常。他有运气，我觉得运气很重要。那个按签的那个运气要爆，就是你第一个你也是要按那个东西。他有可能跑出来200号这样子。对，有可能跑出来200号，那你也是跟你说大回电视。好酷哦，那算是一个很酷的排队文化。他放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些，那当然越前面号码的人可以看得到越多东西，越后面的人东西就越少。那不能第一个上去就说这些我全要，这样不可以，你只能上去只能买。Goro 他出的单品出的东西啊，还是有分成部分是比较抢手，还是有一点。那有的人上去是观光客心态，就是我今天既然上来了，就算再不喜欢的东西我也都要买。是啊，我觉得我肯定会，我觉得我可能会，我都花了这么多久的时间在那边，再怎么样都要买个东西走。对啊，如果你用排队的方式的话，你大概基本上会看到东西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的话基本上店面应该都会常常看到的，就是算是比较常见的款式，可以这么说。你只要号码好一点，嗯，可能前我们讲以前4号来讲的话，这4只应该基本上店内都会大概都会有。哦，所以反而这个是比较少看到吗？这个有些很多人排队排了好几年，甚至没看过。可是这个是全数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看，因为我们以我们算是门外汉嘛，对，不懂。
我们自己预设的就是这个比较便宜啊，对 啊，这个就是有加东西，就是会比较贵啊。羽毛之母，就是所有的羽毛都是从这个系列开始做。哦，等于它是初代，因为你要先有这个本体，才可以加这些东西。我们也是玩了好久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东西这么少。像这一只的话，也算是蛮多人喜欢的。哦，对，这个也算是会看到。这个、就是、这个名称是这爪鱼点睛，哦，爪鱼点睛，对，不是鸡爪。哎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什么东西？不要乱讲，等下被打，真的出去了。在鹰爪的话，在美国或者在西方文化，它就是有一种就是比较崇高的象征，就是有抓住，有就是拥有的意思。就是像这个可能大概从5万多块到6万多块，9万10万左右，或者是破10万大关。那像这次就是最贵，就是我讲最难取的。嗯，像它的话可能大概就要20多万到30多万。我光这一颗，哦，对，光这一笔，比我的车还大。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。我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大概跟现在价格差了10倍。十倍？你的意思是之前可能一直只要两三万吗？差这么多，哦。啊，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洗礼，这样啪啪啪啪啪。十倍算是很狂的一个涨幅，对啊。可我说对我来讲，银饰它可以跟着你一辈子啊，你可以从年轻带到老。这是仔哥的名言，记起来。那个小编帮我上那个有没有？银饰是跟你一辈子的。又有看我们乡巴佬没有来看，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你看光是这两只的差距，现在到二十几。对啊，哇，真的很扯。仔哥，你看像你刚刚提到，像说像这一只是因为木村有带嘛，所以它水涨船高的增加嘛。那有没有那种客人说一进来说，哎，我帮我弄一组木村的，这样一模一样的？有，通常我会先跟客人了解一下，我先跟他讲解一下这些东西，稍微还是要先稍微做一点教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不会是纯粹你来消费，我就是卖东西这样，这样我觉得不好玩。这样听起来真的 ，Goro 这种品牌啊，跟我们买其他的，刚才我买中型嘛，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它是一个文化。我们在台湾做其实是做一个买，我觉得买卖真的还好，你来买，你要不要买，或者是你有没有钱买的东西。可是我想要做的是，我希望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东西。从我玩开始，我就是一个很推广的心态，就是做生意，我觉得这就是這。哎，叶文，你就是要学的，真的真的，你就是要赚钱，真的，我们就只这个，我们就是赚钱，真的，我们就是烂咖，对对对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算是非常幸运，就是我们不用排那么久，我们都看到了，至少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们会帮你准备好，對對對，我们至少都看到了。我要拍照打卡。教哥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再请教你一下，我刚刚一进门啊，我就有看到这一柜，感觉风格非常的不一样哎，这是另外一个牌子吗？还是？对，这个牌子的话，它叫高山龙。高山龙，对，那很多人也叫它老椰子。那它这个品牌的风格，其实它就是比较属于那种重疾。掰壳他们做的那种风格，感觉比较粗犷一点。对，他们比较粗，跟我们刚刚介绍那些老鹰还有羽毛很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手工感很重。嗯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好像就是属于很多这种小的这种骷髅头，这算是他们的招牌吗？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骷髅头来由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在做的时候，它是单只眼睛在敲银饰，所以它把这个的概念，然后延伸出单眼骷髅。对，单眼骷髅就是专注在做这件事情。价位大概通常多少？它的价格其实要看比较基本的活塞的话，它大概如果价格就落在差不多5万左右。那它比较经典的就是红眼、绿眼，然后金眼，它叫做三头活塞啊，三头活塞，对，机车的活塞下去衍生出来的一个造型啊，机车的图案啊，然后它自己喜欢的元素，它会把它打印在上面。光是这样看就觉得它非常的有重量哦，对，它其实是很有质量的东西。银都是925了啊，然后它金的话都是实心的18K金。跟 Goro 跟 TK 都是一样，都一样，对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其实说真的，如果假设觉得可能羽毛比较单调，或者他觉得说可能不太适合他自己的风格，他或许可以考虑这一款。对，他也是可以考虑这样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客人是很有个性，或者是他们有在洗重机，他们就很喜欢高山、重机的族群，对，他们就很喜欢高山的这个风格，或者是说街头感比较重，像我们很多客人也是喜欢穿街头，那其实戴高山龙也是非常适合。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个牌子，它的价位上来讲亲民了许多，那也是我们这一阵子很多初阶者喜欢买的一些牌子。好，而且你刚说价格比较亲民，是哦，亲民常说嘛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今天是，我们就是乡下的，我们就是适合这一种。好，那现在就请我们肖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另外一个品牌吗？对的，这个品牌就是 TK Tady&King， 他算是跟 Goro 是朋友，他们是互相认识，就亦师亦友。你们这边所贩售的价格
跟在日本当地买的价格的话，我已经花了飞机票，我花了20000块飞机，我坐过去了，然后我买，其实跟你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。对，那价格是差不多的，这样很划算哎。在我们这边，你还可以享受到很多服务，比如说我可以帮你组装，那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设计，这些部分是在日本去日本是没有的。它的概念跟 Goro 是一样的概念，它一样的，也是挑单颗用组装的方式，有一个 DIY 的乐趣在。对，它会有一个 DIY， 我可以自己想。这个鸡爪好像不错哦，鹰爪的，不要抱歉，鸡爪了，扬眉吐气的，原来鸡爪没有。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啊，然后我们又乡下来的，预算没有那么多嘛，所以这一组的话，像一般来说的话，刚开始入门的一个，他们就是可能先从皮身组织这样配，那大概的预算落在差不多是10000出头左右，对，差不多。我们乡下来的预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啊，其实大我都是这样慢慢的推荐客人这样去做去玩，不要说一次到底，我觉得这样就不好玩。像玩游戏一样，像戴起来大概就是这种 feel 吧。可以直接戴上去试看看。他怕怎样？他怕怎样？不太适合。我先去领钱。帅吗？帅。买单适合我吗？可以。蛮帅的哦。所以笑哥，你们升级的意思是说，小羽毛啊、大羽毛啊，或者是你要换链子配件都可以。因为像我们很多客人，他们是比如说纪念日。比如说、哦、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、或者是他们的生日，他们可能就会来这边加一只羽毛，然后加个配件这样子。还有，那我觉得蛮适合你的，因为每次打牌，隔天友谊就来爆掉，你最后串满，可以，就代表都是运势够旺。真的是大开眼界，真的，完全一个震，对，真的一个震撼哎！上了一课，我的笔记都做满了，不到一个就可以开班了。玩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兴趣跟推广，就像你们喜欢球鞋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大家理念都一样。我们没有要推广，但是仔哥要推广，我们没有要推广，我们要盈利的。这样话，对勾石啊，还有一些日本的影视啊，像 TK 啊，还有高山龙，真的是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对，慢慢的啦，我觉得就是如果还有机会，也当然希望能够找更不错的品牌，然后在台湾多做一些推广这样子。因为毕竟戴饰品好像不是台湾人的习惯，我希望这种东西是你可以跟你的日常穿搭配在一起，它是能够跟你生活的东西做个结合，是一种艺术，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哦，很帅，这个多屌！哎、欸，我穿这张球鞋，哎、欸，很帅，没有人有，完全不是跟我们这种世俗态度是完全不同。所以在日本很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文化，你可能坐个电车，你看到对方戴高跟，你们两个不认识，你们会对彼此点个头。惺惺相惜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家会跟我们玩一样东西，接触的是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想要就是这样子的类型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仔哥跟小五哥，不会，我们好友仔哥的店叫做 Ocean， 然后他在西门，他的 IG 连接放在底下影片留言那边，没错，对这一块想要了解或者想要购入的朋友都可以过来这边，他们会有很亲切的服务，对，帮忙追踪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今天你们既然来了，抽奖活动不能少哇！抽奖，对，抽奖，我送你们一套 TK 的 set， 让你们回去给你们的影片观众抽个奖。哇，仔哥真太佛了！有没有看到最后？有没有看到最后？哇，真的是啊，这边我这样 A 奖，这是送粉丝，送粉丝，那想要买一定要过来，对，要来挑选套 set 给你们。那反正我帮你组装好，反正就拿去看。不要私下作业啊！不要私下作业。哎，这个爆发量，这一定要，这一定要盯好，这一定要盯好。送给粉丝的好不好？不要闹，送给粉丝的不要闹。粉丝还免费可以拿，我们还要自己掏钱吗？对啊，你看，有这种事啊！真的，记得去观看影片。对，有抽奖哦。哇，仔哥真的是太感谢，太感谢了。OK。哇，这是在掏钱，还能怎么样？都光了啦。心动哎！今天这一次的拍摄，对啊，你会觉得哎，这个银饰特别有意思。对，就像仔哥说的，你可以不断的升级。那我觉得说，这样的模式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他们也算得不错，不会说一直洗你。这个这一组，傻傻班这样子，也没有哦。那我觉得五万开始，就是他们也非常亲切，人也非常好，告诉你说他不会硬要你买东西啊。对啊，他希望你买就是要买到好一点，就是帮你配到好。还是我们已经被看破手脚了啊？这个30万大概没办法，这个5万大概差不多。反正观众看到我们这一集，大概都会对 Goros 差不多有一定的知识。对，那看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慢慢的配了一整条下来。